2023年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我国经济克服挑战，稳步前行，生产供给稳中有升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，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，外贸领域进出口整体保持增长，有望连续7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，持续发挥对经济的支撑作用。